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既贫穷与平胸一身的胖达。参加中国好声音，被哈林和王峰淘汰，却被周华健发掘，凭一曲歌火遍中国。他就是悟空的演唱者戴荃。2013年，戴荃报名参加中国好声音，并凭借邓丽君的一首《一见你就笑》，成功晋级哈林战队。但是在后来的哈林组内考核中被淘汰，并在随后的抢人环节中被王峰选中，可惜时运不济，在王峰组九进四中被淘汰掉。2015年，戴荃带着自己用一年前新创作的《悟空》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，并被导师周华健收入麾下，只因这首《悟空》太经典，随即火遍全国。而最终，戴荃在中国好歌曲获得全国四强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节目后，戴荃和周华健老师成为了朋友，受周华健邀请，他还登上了周华健在上海的歌唱舞台。《悟空》这首歌在很多顶尖音乐节目中都被翻唱过，而今的戴荃正努力尝试突破《悟空》这首歌的影响，试图寻找新的音乐风格。在未来，相信戴荃一定能带给听众更惊艳的作品。总之，祝福戴荃吧！你喜欢戴荃吗？欢迎评论告诉我们。我是胖达，下期视频再见。